夏洛直接往后面拉，知道自己的豹女在上半野区的，不给你机会，卡牌直接飞落地四包二，进化直接秒解，反手一个大招射入柯岭，柯岭这边没有机会抓到，只能刷两个 S， 永文守到半路不来了，那应该是卖掉了。那 EZ 的一血，全来了，龙肯定是不能让的。你要龙，不如直接冲我，不如直接拆爆我的基地。一张牌打的是龙身上，那不如可以回头往前拉一拉。不要了，给了。看着战斗欲望没那么强，一剑中了，中了谁？中了盲僧要来吗？不能来啊，来了被黄白一定直接死了。哎呦，这里艾米打得不错，一剑上波打了那个的，打了进化的，一张牌打定到的配置有了。邱伟翔走反手被盲僧一脚踢飞，谁不怕踢呢？都怕踢呀、啊。回来直接弹幕全在刷六六六，谁在秀啊？是不是有人在秀啊？先刷到下，然后正面要去干嘛？正面要包上。想往外面掰，但是这怎么杀呢？卡牌还有 TP， 卡牌有 R 可以追的，这能追吗？疯了！有的有的，他有的比他有的阵容，比如说你玩 EZ 卡尔玛，你就是无脑乱压。你真的很猛，管不住的。这盲僧怎么直接踢进来了？六一六，你玩不咋耍？球又挂到，还能踢？敢踢吗？不敢踢。一脚，我操！保利又踢三个，这边奎特，你赶快把那个带走，不然糊烂了。要快走，要快走，要快走，要快走。这里奎桑提的处理是特别好的，这波如果不把那儿搬走，直接 GG 了。King 只能死了。还想接？永文回头还在砍，自己还能走吗？有闪现的，要交闪了。哇，这么自信的走位吗？乔威，这能不交闪啊？0-9，兄弟，你无法想象，又一个魔王诞生了，乔威把奸细当狗打，堪用在野区刷，然后因为你的中单完全支援不了。可能又找到谁？找到这是莱恨斯，莱恨斯盾牌直接被打碎，回家修门去了。兄弟，绝对高潮了，没高我喷。现在再留住你，一堆在乱赶了，大刀还要打断别人，这看，九八 K 架的东边，怎么居西边？活活玩弄致死，没有水银鞋的，直接玩烂。野区又抓到堪用，一脚再踹飞，反手还有 Q， 堪用也抹得了，哇操，直接踢爆0-12。你跟他玩换线，你跟他玩刷，他肯定喜欢。你要是跟他玩中野联动，玩四波二，他真的受不了啊，他受不了的，你直接抠他受不了。你往下路直接弄他，这没了。又在追着打，野区见到你就打，一脚又踹回去了，回家又去修门了。老板，我家的门怎么一直在爆啊？当时艾米去 BDG 之前都快成为这个韩义 AD 了。一排排到豹女这边，赶快闪现过来，搞到还敢上吗？一脚直接大脚板直接踹烂掉了，再跟着你踢进去。鬼堂提已经要顶不住了，卡牌再往上面飞，避窗位的位置，要杀完了，林峰。海盗往前打，谁死罚款，那再往前呼两只，往下砸死子，什么给雷雷跟雷雷米学一下，什么这死子不会砸，兄弟要0-16了，要致敬传奇教练了。这边还在顶，要一波，
24分钟平推肩击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谁受得了？这受不了啊！这种还打还不走，不走了，玩游戏，别都复活了，已经玩嗨了。有，打完往下飞过来找人，敢往前走吗？要排到你喽。这边应该是找乔伟，乔伟这边直接交闪，有兄妹哥直接交闪，一个阿闪直接踢到脸上，乔伟又被拍，这边但是用一挡了一下没有用，伤害直接灌死，0-17了，他已经超越了传奇教练，0-20。你无法想象 1K 打歼击第一场0-20，真正的没有任何人有失误，纯粹在虐，0-20。